吃了。啊。下来一个女的了。是亮还是假？啊。真假？这是衣服吗？万一。好。离他呗。他都是后头发的。然后看到他就成了那宝贝。咱们要不要吃个主食？那你吃呗，大家。那感觉好不好干？好干呢，路也不好。那你下了个油，你谁来呀？放假了，要不放假了，好点了。忘了今天不早上不干，太早起还没有得。这事儿没假。下边不是舍得不干了，没有干了。他看你不假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哎，把面做好了，啥都做好了，你下来。冷不冷？不冷。不冷。穿个毛衣。这天冷了也不敢抱小娃子起来了。哈哈哈！这个起码搭配你都改不了，上面毛衣挂在下边还是穿的呢。你还走我？这两天都走一次。还走我？哎。你啥时候订婚呢？这两天订呗，就是认真觉得订呗。那你再订婚了再走婚啊？我来订了婚，然后再走，那不然跟着别人。跟你爸妈商量吗？商量完。咱还想走不走不走吗？这水准太高，我不能回家两回。咱走上我都觉得不像你走那么远，你走那么远，再老长时间我不来了。还带着个孩子，我找不着，我过来他我还得做生意。没事儿，我能照顾好。我们在家见你。你走那么远，他连忙回家，你给我找换馍来。你要回家还能找换找换呢。从我内回来都不叫你走。我也是过来想做事儿哎，我要是要是能现在搁家呀，能挣点儿钱也行啊。挣钱点儿，挣不了钱呐。咱家也挣，工资也高着了现在。出门呢，挣钱，拿我们走走，吃吃花花，也不挣啥的钱。姐，你要是结了婚，别走啊。你要是再走喽，你还不能喜欢等人呢，他带着个孩子。啊，你结婚不能订我，对不对？订婚你再走，我都不愿意了。俺不能喜欢等你，俺带着个孩子，你走那么远方的，可能人家好几个都给他提媒了，俺都没同意。你别生气哈，俺妈说话，注意你别生气。我知道，有啥说啥，别生气啊。不会。俺跟你开玩笑的。我想呢，那要是订个婚，恁能照顾咱俩？那要是一走走那么远，咱不能把情况都拖恁身上。人家这些提议我都没有同意。知道你，我知道。俺妞就说嘞，你别将钱给我提了。还是跑到我不要钱给去了，俺那这一走那么远方的，他带着孩子也不容易，我也照顾不过来了。你别说了嘛，人家小李考虑考虑是不？也别逼他逼那么急，他搁那边你看那时候那东西都没拿过来，这还准备着去嘞。你考虑好吧，你要考虑不好，等咱
现在咱亲亲妹拢都叫他姐了。什么样的？不是开玩笑，我这来都是真的。我知道了。一直为了俺妞好。